42岁林心如和71岁婆婆合影，好像姐妹花。婆婆时尚漂亮，颜值超高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总会出现那些一些被上天特别眷顾着人，上天总会给着他们优厚的待遇。就比如说容貌的问题，就有那么一些人当中，总会出现那么几个年龄与长相不相符合的人。有些时候，年龄较小的，却长得格外着急了一些，而有些人呢，年龄那么大了，却又看着特别的小，这种情况，我们也看到了很多。就拿大家最熟悉的林志颖小哥哥来说吧，在前一段时间，大家也看到林志颖小哥哥他赛车的时候，他的年龄就与他的长相很不相符合的呢。40多岁的年龄，却有着一张20多岁的小鲜肉脸。林志颖小哥哥他就被大家给称为了一个被上天遗忘的人了，被上天给遗忘了的男人，他也是蛮优秀的。同样的，男明星有被上天遗忘的，女明星也是同样有的。而这次要说的是一位男明星，他的妈妈，她也是一位被上天给遗忘了的女人。这位男明星是霍建华老师，大家对霍建华老师也是比较的熟悉的了，也相信很多人都已经见到过霍建华他妈妈的一个面貌了，也知道是长得怎么样子的了。而作为了霍建华老师的妻子林心如老师，也同样是比较的年轻的。我们知道林心如老师她出演的《赵薇格格》也是特别的受大家欢迎的，也是大家眼中的一位美女，一位精致的女神。林心如老师今年也有40多岁了，但是却没有40多岁的容貌，反而像是30岁的样子。当年轻的儿媳妇遇到了年轻的婆婆的时候，这个风格又会是怎样子的呢？我们知道林心如老师的年龄是40多了，而她婆婆的年龄也有70多岁了。当大家听到这个年龄的时候，是不是会想到正常情况下的70岁老人家的一个样子？但是当你看到林心如老师她婆婆的样子，绝对可以让你大吃一惊的。如果只是单纯的从照片上看的话，我们会认为这个是林心如老师她的朋友或者是闺蜜的，根本是不会想到这么年轻的美女竟然是林心如老师的婆婆。看着林心如老师她婆婆的穿着打扮是那么的时尚，根本看不出来她是一个那么大年龄人，反而更像是林心如老师她的好朋友，然后两个人一同逛街的感觉。看到林心如老师和她婆婆的合照，我们看到这两个女人都是那么的好看的，只能说林心如老师她婆婆实在是太年轻了，根本不能进行一个比较的。